家好啊，让我去庐山翻到嚟呢一个芒向晚报嘅时间啦。今日2019年嘅12月30日啊，晚上时间咧大概都系9点零钟啦，都系啦。咁啊，提早少少录完咧，可以 set 定个 schedule 咧，就可以晚上9点钟可以正式出街啦。呢个好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先啦，请大家 like 段片啦，留下言同埋。记住咧，订阅埋芒向编辑部嘅 YouTube channel， 呢个非常之多谢大家嘅支持先啊！咁好啦，咁啊，寻日咧我就转咗个新嘅麦之后咧，咁啊，大家听众咧俾啲意见我，咁都好多谢先啦。咁我都反复啊，今日咧去试一试个麦点样先至录出嚟个效果会比较好咧，希望今日个效果会好少少啦。有啲听众都几好，佢同我讲话啊，好似以前嗰个好啲，个感觉好似会贴啲。不过唔紧要，再俾个。我哋唔可以咁快咧，就将呢个新嘅麦咧就判佢呢个死刑啊嘛，系咪先？我哋要试试啊！大家咧今日睇到个标题咧，可能睇到上一句咧头一句都可能会明佢讲乜嘢，叫做香港商场就进入黑色时代。就话啦，与香港魔姐台北对谈。咁可能大家睇到呢一句咧，咩叫香港魔姐台北对谈咧？有啲听众如果唔知咧，就可能真系拗拗地头啦。咁我解释下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套电视剧咧，叫做《不懂撒娇的女人》。无线电视的电视剧，咁啊都有一段时间之前嘅啦，咁就讲其中一个角色啦，就孙轩所做嘅，咁啊孙轩咧我都几欣赏佢做戏嘅，其实佢就饰演一个好硬朗嘅女强人啦，就佢就负责咧几个商场或者一个集团里面旗下一啲唔同商场嘅推广又好，管理又好，嗰、那个营运方面点样去增加个营业额或者个商场嘅知名度之如此类，或者成个企业嘅形象点样去做成个计划，或者点样可以算一个揸 fit 人选比较高级嘅职位啦。咁佢饰演个角色就可以话系。好有智慧啦，但系就嗰个叫做个性上咧，可能令到下属唔系咁舒服嘅。不过冇办法啦，做得到呢啲位嘅咧嘅时候咧，某程度上你又唔可以太过叫做亲民，太过亲民一滞嘅话咧，可能咧就变咗对于可能香港个环境会容易啲会出事啦，变咗下属咧可能会有时会放任咗少少咧，就比较难管理噶啦。有时所以我都明白嘅，即系点解可能佢呢个位咧，表面上可能会好硬朗，但系实际上咧，佢都系叫做背后啦，咁都系一个柔弱嘅一面嘅。咁啊，唔系我今节咧又唔系想讲呢个叫做电视剧啊，唔系关事噶。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有一位朋友咧就女性嚟嘅，咁啊佢嗰个。不过感觉咧，佢都系真系好似呢个魔姐嘅、哦，佢更加啦，亦都系啦，都系喺香港咧，系某一个叫做大集团啦，旗下佢喺港岛区有好几个商场，类似佢做嘅角色咧，都系好似魔姐咁啊，但系佢当然冇魔姐咁硬朗啦，有时会啦，但系就未去到咁好似电视剧咁夸张啦。咁我都同佢入过去啦，都有不少嘅合作嘅。咁啊，近日咧圣诞期间咧就过咗嚟台北玩咯，咁啊俾我知道啦，咁我咦不如我由台中过嚟台北揾你见个面倾下偈啦。咁啊，大家见到今日咧呢一个封面上咧，见到咦就摆咗呢个叫做 Lady M 出嚟嘅。咁好啦，话明咧要约魔姐出嚟倾偈啊，当然咧唔可以同佢讲话，喂，我哋 7-Eleven 食件。坐低飲杯茶咁樣傾，飲杯咖啡或者叫買盒豆漿喺度坐喺度飲，咁梗係要俾佢感覺會係decent少少啦，咁啊約得阿魔姐係咪先？咁我咧就好得意喎，講下少少啦。我特登咧約咗佢去台北啦，嗰度同佢講，喂，我同你去一間好特別嘅蛋糕店食蛋糕啊，好唔好啊？咁初來咧佢都覺得，咦，有啲咩無啦啦要去到台北？嘅呢度食蛋糕有咩咁特別咧？咁因為咧台北嗰間嘅 Lady M 咧，佢有一個叫做精華酒店嘅時候咧，嗰度就只得個櫃啦，一個專櫃咁樣賣蛋糕。咁你冇得坐落食就唔係咁好啦。咁呢一間咧就喺都係台北嘅個位置，我唔好應該叫咩國父紀念館站一出就差唔多到，好快啊！即係出咗站口咧打個關鬥，打幾個關鬥應該都碌到去噶啦。就要排队，但系呢间嘢咧里面装修得咧都几靓嘅，几 decent 嘅，同埋啲招呼又几好啦。咁不过咧就冇得订位嘅，一定要喺门口排队嘅。咁我当然啦，乖乖咁喺度排队，排到差唔多嘅时候先知。喂，其实咧我唔系喺
车站里面等你啊，我上咗嚟噶啦，咁你过嚟啦，咁我冇理由叫埋摩姐一齐喺度排队咁样噶嘛，咁我排定队喺度等佢嚟食啦，咁佢都相当开心啦，咁你可能话，咦呢啲香港都有啦，咁做乜特登去嗰度食咧？因为咧有啲口味咧就系台北呢一间先有嘅，咁啊特登呢度先有啦，咁我特登叫俾佢试下啦，都好好彩啦，我入到去即系佢有个大位啲咁样嘅。我未坐埋佢之前咧，佢就会同我讲话，有好几款蛋糕咧，就已经差唔多卖晒噶啦。嗰阵时三点零四点钟噶，我排到队嚟，即系我三点零终于去到，但系排到差唔多成四点先到。等到佢嚟嘅时候咧，都差唔多四点咁滞啦，都排得一阵啦。佢问我啊，呢几款差唔多冇咯，咁你使唔使要叫定啊？啲咁样啦，咁啊当然啦，即刻问，阿摩姐中意食边几款啊？咁啊拣俾佢食啦。咁好啦，咁啊坐低又同阿摩姐倾下偈啦，咁啊环境咧都唔错咁啊，咁啊大家睇到幅图咧，咁我叫咗一个叫做玫瑰嘅latte 啦，俾佢试下啦，哇呢、這个玫瑰味咧好香噶，咁啊试下咁啊，咁佢都好高兴啦，咁啊坐低同我咩倾咧，就系倾下呢一个叫做香港依家同埋佢嗰个近来工作嘅情况系点样啦，我谂大家都听众都想听下，究竟依家香港呢一个叫做商场或者呢个营商环境咧，有啲乜嘢嘅可以话啦，叫做行内人嘅消息听下。基本上咧，其实如果喺翻呢个商场啦，或者呢一个叫做零售业嚟讲咧，圣诞节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嘅黄金期嚟嘅，仅次于咧呢个叫做农历新年啦。其实农历新年嚟讲咧，可以话叫做旺丁不旺财嘅，如果大家听众咧，可能唔知道知唔知啦。圣诞节咧，因为好多人咧要传统地咧要去叫做买礼物啦，或者可能买礼物俾自己又好，买嚟送俾人又好，玩游戏又好，乜都好啦，都难于避免会咁做嘅。就算唔同嘅企业啊，佢哋自己咧内部啊都会买好多礼物咧嚟送俾员工之如此类噶嘛。可能有啲企业咧甚至乎去叫做买啲 iPad 啊，甚至乎啲 Apple 比较名贵啲嘅产品都会去到。咁所以咧，成个商场嚟讲，整体个气氛啊，同埋成咧，都系相当唔错。咁啊，点解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大家要留意到咧，每个商场其实佢哋有好多嘅唔同嘅装饰啦。去到近圣诞嘅时候，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咯？呢一啲嘅装饰或者额外嘅叫做推广嘅活动，即系帮一个商场去推广嘅活动咧，其实系可以向一啲叫做商户咧收翻一定嘅费用噶。即是呢一个商场有时啲哇，见啲推广啊，或者啲布置好劲啊，啲咁样啦，羊毛就出自羊身上嘅，咁啊点会系由呢、这个成个商场里面个租，即系嗰、那个大业主啊，点会由佢哋自己出钱啦、啊？当然系大家一齐夹出嚟嘅。咁好啦，今年因为有呢个叫做嗱，当然啦，如果你夹得出嚟嘅话，咁好老实啦，过河都湿一湿脚啦，系咪啊？即系你夹咁多嘅店，我唔会用晒咁多落去噶嘛。间商场嘅管理公司都要赚噶嘛，系咪先？咁呢个今年就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好多商场已经系缩减咗嗰个叫做装修，唔系装修装饰同埋嗰个宣传嗰方面咧系减低咗。咁变相一样就系、是、商场唔敢咁样做，商户亦唔会俾到钱一个商场佢哋去做呢啲嘅宣传啦。咁变相啦，相辅相成之下咧，商场自己本身嘅商户咧就会更加少咗嗰个生意，或者人哋未必会选择去嗰个商场。咁尤其是好似沙田呢啲新城市广场呢啲咧，直头出都费事出呢啲太多嘅叫做优惠又好，或者商场嘅宣传活动都好，因为俾呢一班嘅暴徒啊，所谓嘅叫黄丝咧，骑劫咗成个商场，就算你出咧，都未必有人够胆嚟，就算系。人哋最深刻嘅印象唔系你嘅商场究竟过去有啲乜嘢咁吸引之处，而系呢一班暴徒喺呢个商场里面发生咗啲咩事。咁呢个系几可悲嘅件事。仲有啦，最传统嘅好几个商场咧，好大型，可以俾好多游客又好，或者本地人都好中意去嘅购物嘅商场咧，如果比较一个指标性啲嘅商场啦，咁啊，摩姐唔系呢个做啊，香港摩姐。就是呢个海港城，咁啊海港城咧就楞埋其他，大家就知啦，海运啊嗰边嗰一带咧，其实综合嗰边嗰个海港城嗰个消费力啊，其实系好劲嘅，
如果以全香港的叫做吸金能力来讲，海港城真的相当之劲。你说又一城是怎样呢？其实又一城呢都是不错的、哦、所以现在、排第几呢，我不方便讲。又一城现在搞到这样，其实都即是对于这个集团来讲，即是损失都几大几夸张，即是没有生意之余还要自己拿一笔钱去做这个叫做、真的装修了，重新装修回这些东西去做回去。咁呢个都几可悲啦，同埋阿同阿摩姐再倾落去嘅时候咧，佢又讲下，咁一开头梗唔讲自己住啦，讲下其他行家大概系点样啦。其他行家唔同嘅商场咧，其实最大嘅问题一样就系、是，嚟紧咧可能会有啲某个月份啦，嚟紧月年初嘅时候咧，有好多其实都大嘅叫做国际啲嘅品牌咧，都面对紧一个就系叫续租。或者叫做、再簽約啊，之如此類嗰啲咁樣啦，或者可能係嗰、那個大家合作嗰個形式上，究竟係點樣做呢？究竟係點樣咧？呢一方面咧，其實佢哋好頭痕嘅、哦。最大問題咧就係因為嗰一班暴徒入咗去商場度搞事，被逼要落閘，被逼落閘係好大嘅問題嚟嘅。佢哋會爭拗嘅嘢就係、是，喂商場，你同個商場講話，喂我開唔到鋪啊，有啲咁樣同你哋管理有冇關啊，或者之如此類。但商場又都會講話，咦，其實我已經叫咗警方嚟，可能執法啦，或者諸如此類嗰啲啊。邊個商場唔講啊？費事啲暴徒啊，哦，原來呢個商場通知警察咁樣。不過通知警察係正常喎，其實呢件事就咁好啦。再落去嘅時候就係、是、例如講啊，摩姐自己旗下佢有份管理嘅商場啦，都係嘅。其实我见到咧，有一啲可能当年签咗一个好平租，希望佢嚟进驻呢个商场之后，可以带动到，因为呢、这、一个我平租咗俾呢一个 A 君咁样，一间 A 嘅铺头咁样啦，A 嘅品牌嚟到开铺啦，咁可能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品牌都嚟开铺，因为佢喺度嘅话，咁好啦，如果呢一个咁大嘅品牌佢谂住唔租啦。咁、那個震動係幾大嘅，咁啊變相咗咧，阿摩姐都覺得好苦惱，究竟點樣做先至可以去令到一啲想走嘅大嘅品牌或者一啲好重要嘅品牌唔走咧？咁變咗咧呢一班暴徒咧，真係可以話令到香港嘅零售業咧去到一個幾危險嘅狀態，因為佢哋喺度 V 哇鬼叫咯，成日都話你係 V 哇鬼叫，做唔得啲咩出樣。令到就好多商场咧都做唔到佢原来嗰个生意嗰个效果。咁好啦，都可以讲多少少又系，原来咧警方嗰方面咧都几窝心嘅，即系对于一啲商场嘅叫做嗰个安危啦，都会原来有定时定候咧问下你点样啊，或者可能咧已经系收到消息啊，佢哋会嚟几时会嚟呢度搞事啊，或者点样啊？因为其实他们都登晒出来啦，啲文宣就话几时会边个商场，边个商场。但系咧，警方咧都非常之窝心咁样咧，都会同商场嗰方面咧讲一声，叫你提高警觉，或者唔需要咁担心，好礼貌啊，即系好似 customer service 一样咁体贴喎。咁啊，见阿摩姐都讲到甜丝丝咁样，我话哇，系你咪觉得佢哋好有型，好系啊，佢都话啊系啊系啊，即系冇谂过咁。即咁威猛嘅背後咧，都會咁叫做細心啦，即係會通知一聲啦。咁啊，再者啦，好多嗰啲叫做唔同嘅人咧喺裏面搞事之後咧，佢哋製造咗好多唔同嘅新聞啊。嗰新聞咧會令到嗰個商場嗰個形象咧會幾受損嘅。例如可能德福嗰啲啦，就捉咗一啲十幾歲就已經襲警呢一啲。呢啲畫面咧，亦都係令到商場個品牌個形象咧，係會幾低落嘅，因為好多人就會嚟緊嘅租客又好，或者啲租緊嘅人都會好，咦？究竟我哋仲可以去到邊一啲嘅商場可以做咧？大家之後就會選擇一啲未俾人去滋擾過嘅商場啦。咁啊，尤其是啦，黃台先生嘅商場咧，大家都有留意嘅啦，即係未被滋擾咧。都可谓可见一斑啦，但系啲咩商场咧，大家应该笃一笃个电脑咧，或者笃一笃个手机咧，其实已经查到啊。咁啊，变相啦，此消彼长嘅话咧，可能摩姐旗下管理嘅商场咧，就可能真系面对嚟紧一个叫做退租潮，或者一个叫做被要求减租嘅情况咧，都
几严峻嘅问题噶嘛，所以咧佢趁呢一个圣诞假啦，都唔需要，因为其实平时圣诞假咧，就算你系一个管理商场嘅人啦，都会摸住究竟依家嗰个商场嘅情况系点啊，人流啊。生意額啊，或者唔同嘅鋪啊，或者唔同嗰個其他同行嗰個走勢究竟係點樣啊？佢哋都會好需要去留意住究竟係點樣。應該嚟講咧，係走唔甩嘅，直至到元旦過後先至可以放假。所以我對於魔姐竟然突然間可以請到假，香港魔姐可以請到假過嚟台北玩幾日咧，一個人過嚟玩幾日咧，我都覺得相當之出奇。除咗講起呢個黑色暴徒啊，喺呢啲商场搞事嘅时候咧，话啦，依家商场咧可以话俾呢啲咁滋扰性嘅黑衣人咧，令到咧，原来咁样呢啲咁嘅三五成群呢啲咁滋扰嘅，即系好令人厌恶嘅人咧，就令到商场啊系陷于一个咁困难嘅困境。所以咧，鼓吹呢一啲商场搞事嘅人啊，或者认同他们这样做，或者好像因为要争取诉求影响了那个叫做商场的生意呢，是挺可恶的。就算影响到商场执埋粒，是吧，你只不过是伤害了很多在那里打工的人，或者在那里默默耕耘，自己花到不同的精神时间又好，血汗钱又好，或者自己的努力或者付出都好，在这个商场或者在这个叫做香港的经济环境里面呢，默默耕耘的人呢，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即是你的诉求竟然，或者你所要求的政治的东西，骑劫了人家的生意，即是你要牺牲人家的生意来成就你对争取诉求的目标或者个目的，其实是不是很自私呢？我觉得真的很自私的。如果以香港魔姐为例，其实她努力了我想大概都有10年到，即是在这个行头里面10年到，但10年之后竟然被一班这样的黑衣人，这些这么无知无聊加无耻的人呢，这样破坏了那个整个商场或者那个经济那个模式里面的生态呢，其实挺令人惋惜和挺可恶。尤其是呢，我见到那时有一成那个圣诞树呢，其实很有象征性的，在商场界来讲竟然这样被人烧了。我如果见到有哪一个在这里为了这棵烧了这棵圣诞树而鼓掌的人呢，我其实很憎他们的，很嬲这班人。烧了这棵圣诞树对于你的诉求又有什么帮助呢？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只不过令到更多人的痛苦，更多人的即那个心那个不舒服或者那个痛苦建筑于在你们所谓的叫做诉求之上。这些人真的太自私了。咁又可以讲下呢啲叫做商场或者呢啲咁嘅企业当中嘅特别嘢啦。咁大家可能会觉得，咦，商场咪就係为咗叫做赚钱啦，咁或者定点样啊，其实都唔係嘅。咁啊喺咁样讲，可能唔知有冇人会估到魔姐做边一间大企业旗下嘅商场喎。好啦，当讲少少啦，除咗商场搵钱啊、形象啊，或者叫做怎样建立个品牌形象之外呢，都有搞一些叫做对于社会有帮助的东西。例如呢，旗下的商场魔姐有份度了一件事，就是在商场的天台那一层呢，就搞一个叫做绿色生态的环保园。咦，不得意，商场就顶顶有个环保园。是啊，是一个环保园的。是怎样环保法呢？即是会有时会招呼一些家庭又好啦，学校又好啦，弱势社群又好，点都好啦，俾佢哋上嚟一个天台里面睇一睇。咦，原来一个天台可以咁样做一个可持续式嘅耕种啊，种下菜啊，有节有啲叫咩紫色嗰个叫咩茄子啊，种下茄子啊，种下菜啊，之如此类。有啲小农夫唔系小农夫啊，都系大人嚟嘅。一个大人的农夫可能会甚至乎会，我刚才说过可能弱势社群啊、学校这样的，会招呼他们一起玩，叫做小农夫啊，怎样去掹除草啊，怎样看怎样摘些瓜或者怎样摘些菜啊，后面可能就会给少少的泥他们，即是种一个少少的幼苗，你们回家可以看看会不会再种到它，可以说是一个叫做
企業對社會嗰方面嘅責任啦，亦都會做咗唔同嘅叫做對於社區啊嗰啲關懷，一啲叫做老人家又好或者點都好啦，都做咗唔同嘅呢啲叫好事嘅，我自己都幾中意嘅。有次我都試過去參加過佢嘅叫做綠色生態嗰啲唔知乜鬼喺天台度搞下種菜啲咁樣啦，哇曬到個窿咁滯啊！因為嗰日真係好熱啊！咁好啦，再讲下呢一个商场嚟讲，点解令到一啲企业呢，就算你本身自己或者一啲唔同嘅零售品牌呢，都会面临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喎。佢唔係唔想做啊，係想做都做唔到啊。大家唔知唔知道一样啦，大家要留意呢，例如好似举例啦，好似 SOGO 下低呢，咪好多唔同地面嘅层啊，就好多唔同品牌嘅护肤品啊，或者一啲好细细个嘅小小嘅摊位啦，可以话到佢哋嘅品牌卖化妆品又好，乜都好啦，多数都系化妆品嘅嗰层。咁嗰层嚟讲咧，佢哋你话诶，我可能买咗两支 SK4 咁啊，买咗两支 SK4， 佢咪会写张单俾你，跟住唔知叫你边度埋单啊，或者点样嘅。好啦，例如好似呢啲咁样嘅咧，佢其实企业即是 SOGO 咁为例啦，可能有啲例如好似类似咁上下啦，可能以前嗰啲太古广场啊嗰啲都咁上下嘅。你埋一單之後咧，佢會叫你去翻商場嗰個位嗰度咧，中央嗰個位度咧就埋單噶嘛，即係攞張飛仔跟住去俾錢嗰啲咁啊，跟住翻翻轉頭嚟攞貨嗰啲咁樣噶嘛。咁其實第一轉嘅話咧，收到嗰筆錢咧，其實係個商場幫呢一啲嘅，例如 SK4 收咗錢先。咁收咗錢之後啦，佢哋係可能會扣減翻佢哋每個月嗰個叫租金又好啊，或者唔同嘅成本又好，點都好啊。例如可能用咗啲紙巾啊、咩管理啊、咩古靈精怪啲咧，就扣埋埋，先至再俾翻佢嘅，即係等於佢做完生意之後咧，佢唔會即刻收得翻，佢唔會收得翻嗰條數，唔會正正嗰條數。咁究竟扣幾多咧？可能仲有個少少嘅差距喺度，每次都可能你未必知。咁所以有個問題就係，企業可能做咗生意之後咧，佢都要等呢啲商場去俾翻錢佢啊。咁俾翻錢係一個問題啦，有時。公司嚟讲啦，好需要钱去周转嘅，可能啲人咧就会将嗰、那个嚟紧啊呢、这个商场要俾翻佢嘅钱咧，提早就将呢张单咧就攞去可能做一个贷款嘅，即系可能话俾呢间贷款公司听啦，咁可能我嚟紧会有50万可以攞得翻嘅，咁你可唔可以跟住呢张嘅收据又好点都好，可唔可以借住一笔钱俾我先啊？啲咁样，咁啊当然啦，会收取翻利息啦。咁佢知道呢一张单嚟紧，商场一定会俾翻钱你，咁佢梗系放心借俾你啦。咁好啦，一啲企业嚟讲，佢哋生意啊少咗咁多嘅话，佢哋依家想连做呢个借贷嘅动作啊，都做唔到啊，因为嗰个营业额太低啊，低到直头咧系想攞去借啲钱出嚟周转咧，都未必得。大家试想象一下。连周转都出现咗问题嘅话，咁佢例如佢嘅员工啊，或者佢成个企业啊、写字楼啊之如此类咧，都系个骨牌式嘅叫做受到影响。所以咧，大家唔好睇净系呢班暴徒喺商场里面搞事之后咧，系影响咗铺嘅生意，可能甚至乎嗰间品牌嘅公司背后嘅公司啊，都会受到相当嘅关联，甚至乎连佢哋 office 嘅人咧都有好大嘅问题会出现。所以其实系。我好讨厌呢班搞商场嘅，即系佢哋引发出嚟嘅问题咧，其实几大嘅。咁仲有啦，你话咦咁嗰啲品牌会瓜柴嘅咩？咁大间SK4 咁因为 SK4 例如好似呢啲咩嗰啲资生堂啊或者咩剩嗰啲咧，佢哋全部都系代理嚟噶嘛。就算嗰啲咩嗰啲咩健康产品啊Fanco 嗰啲咁样，咁佢都系代理嚟噶嘛。其实佢系。日本嚟到香港嘅代理啦，咁如果佢冇钱找数咧，佢攞货翻嚟冇钱找数都会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好大问题啦。佢连可能找数啊，或者呢样嗰样啊，周转上嚟都可能会出现一个颇大嘅问题。咁啊，所以啦，可以再讲翻啦。同埋点解你话咦？点解啲人去商场开铺唔个个喺街铺度开啊？因为咧街铺嚟讲咧，佢哋会个管理啦，同埋成个推广啊各方面咧，系嗰个成本系几重下嘅，同埋要做嘅嘢咧系更加多。商场有好似摩姐呢啲帮你管理住咧，其实系几方便，同埋可以一口气引到好多唔同嘅人。某一个商场品牌旗下嗰种想吸引到嘅人嘅人流会嚟到咯。但系依家好可惜啦，就俾呢一班暴徒搞到咁样咧。
可謂叫做風光不再，但係原來只不過係俾一班可能為數，我當你有五六十人、一百人咁上下嘅人咧，就已經可以足以破壞到整個行業個生態。咁都希望啦，警方或者可能政府方面盡快諗起措施出嚟，可以將呢班人止暴制亂啦。好啦，咁同阿呢個魔姐咧，再喺呢個台北嘅。呢、这個下午茶咧，Lady M 下午茶啊，都可以講多少少 Lady M 下午茶。咁最出名咧就嗰個咩千層蛋糕啊嘛。咁因為咧嗰當年咧喺香港咧，阿徐子淇啊千億新抱咧就成日走去食啊嘛，係嘛？好似聽啲新聞講就成日走去食啦。咁啊個個都話哇，好似想好似千億新抱咁啊，咁啊咁嘅享受啊，咁啊好多人走去食啦，又話好好味啊啲咁啊。喂，但係食咗咧，我就唔係叫佢嗰、那個，我都有叫嗰個千層噶嘛。叫做咩？好似系 tiramisu 嘅千层咁样啦。味道 OK 嘅，但系咧，你一大啖食落去嘅时候咧，因为好厚嘛，好多层啊嘛，30层定咁上下啊嘛。咁一口气一个横切面咁切落去，跟住摆喺啖入口食咧，你会发觉食饼皮咯，你好似食紧一堆皮咁啊，你唔觉得似食蛋糕？咁啊，另外咧，反而嗰啲叫做唔系千层嘅蛋糕咧，反而又几好食。我食咗一个系士多啤梨，即系台湾叫草莓啦，草莓味嘅蛋糕咧嘅忌廉蛋糕啦，哇！呢、这个做得相当好食吓，仲、有其他口味啦，咁大家可以试下叫做非千层蛋糕以外嘅蛋糕咧，反而更加好。即使其实同做人一样啦，有时同啲人同你讲话，哇！边个边个啊，哇！好好噶，好好噶，好好噶，原来咧。到最后反而不是那么起眼的话才是令你觉得眼前一亮，所以有时候千祈不要因为它不起眼不出名或者是不是那么即没有即名气，即名气不一定是一切，可能当你试过才知道，我们尽量给一些机会，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有名气但是原来又很有实力的蛋糕试下。好了，讲到呢度先，咁啊唔知道香港有冇呢啲口味，我未得闲 check 下。咁我对于食啲咩下午茶啊，咩享受品味嗰啲咧，咁我都唔系好识嘅，咁啊所以我拣翻最热门啦，咁啊 Lady M 咁啊衬翻啊魔姐嘛，咁佢魔姐系 M 字头嘛，咪即系 Lady M 咯，系咪？好啦，咁啊今节咧真系讲到呢度先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